定期進行眼睛檢查。其實有很多眼疾的初期，他們的病徵都是不明顯的，例如青光眼感，去到病徵明顯的時候，可能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傷害。所以眼科專科醫生建議，由三歲起應該每一至兩年進行全面的眼科檢查，及早了解一下眼睛的健康狀況。全面眼睛檢查其實不單止是驗度數，醫生還會幫你檢查一下眼睛內外健康和雙眼協調等等。盡早察覺問題，及早治療才是最醒目的。